我们现在在那个什么 Temse， 陈威源在这里，耶、yeah。然后我们在看欧力比赛，欧力是我们一个荷兰那个比利时的朋友，他上场了，他上场了，他刚刚上场。然后我们是绿色白色这一队的，欧力是这个六号，欧力比耶，这个，很像足球的运动。和他们本来领先，然后现在又被进一球了，被追平了，被追平了。球评在这里，没有，我们两边是球迷。球迷啊，对啊，球他不懂的，球迷没有，你很懂啊，你不是同一点。哦，这是他们的球迷，很大的球场哦，今天天空很漂亮。现在是。报个日期，好久没有录。12月12号下午3:30，我们搭车然后转车才来到这里，不过蛮快的。哎，高罚球了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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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听到？漂亮漂亮。他讲中文，他们讲中文。好，比赛继续进行当中。然后是他们的一个 club， 感觉就。旁边还有自己的房子，然后今天是他们欧力的主场，对 ，OK， see you later。停球，这叫 hockey。喂。欸、他是不是把球弄出去就要被？那个好被警告而已啊。被绿牌啊！刚有绿牌、啊，刚有被警告、啊。绿牌掉了。不会怎样。刚有被发绿牌。绿牌不会怎样。上一场冰城是黄牌。黄牌。黄牌啊！他下场啊、哦。下场了、啊。表面上是真的黄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黄牌，就只是没怎样啊，我觉得。是哦。他好像是讲脏话还是什么骂人，特别好看。然后这个队好像是1962年开始，就是应该是半业余哦，还是业余？应该业余。对、啊，反正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打比较专、比较职业的。好。球来了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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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hoot Shoot Shoot。啊！差一点点。真混乱。哦。Go！ 冲啊冲！他们现在有一个机会了。现在球在绿色球衣的人身上。哇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反正就是曲棍球 ，hockey，OK，、okay。 然后对面有一些观众跟我们一样。